我在这整个节目里面就守着我这个倔强，米饭，完美，我尝尝，哇，绝了，绝了！从桃园逆袭成生活达人，买菜煮饭轻松搞定。走走走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洗澡啊！哇，我在这真的感受到了人的气息，撒哈拉真的是。火箭少女101的小姐姐们录制横冲直撞20岁走了4期的撒哈拉沙漠，终于回到市区。她说120砍到50。 Thank you， 还是你们牛。你在这买东西你砍价，砍完之后你她要说不行的话，你就表现说无所谓，我到别的地方也能买。刚超越之气，求生欲大爆发，不担心会杀价。即将前往下着雪的科尔巴前山脉，单人大出也没在怕。第一，我们有米就能吃了，就不会饿。我们买东西要围绕着主食来，我们重要的是调料，就是配这些主食吃什么东西。这种小零食真的是其实很占地方，但是其实你还吃不饱，说实话。饱，第一要顶饿，第二就是说争取一顿饭一锅就行。对，米饭里面放点东西，然后拌一下，变成拌饭，就煮的那种菜饭的话，我们再炒一个菜就够了。只能说超越是不是偷开外挂。我尝尝，我看看，你尝尝缺点啥。我已经尝不出来了。给来点葱吧，来，来来来，起锅吧，可以了。给我来点葱，你这味道可以了。妈呀，太难切了。哦，这刀是有点难。高远，你这个姜是咋切成那样的呀？用刀切，根本切不动。你看它切劈了。我看你用下你这个刀切。可以啊，我是天才吗？